我是上海城旅会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律师。由我爸所预嘱 ，JX 总体主管设计师。我最近认识了一个女孩，还漂亮，挺机灵的。我这个人擅长工作赚钱，有点皮。我很忙，没有时间恋爱。没在谈，不会是人家不喜欢你？你们两个在一起真的不合适。我不合适。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